好厝边啊，咱拄则学着足侪美甲个利用一寡细项物件，互咱厝内风水吼，财位搁较旺，运势搁较好。啊，另外咧，个人的造化嘛，足重要诶哦。今仔请老师为咱解剖吼。哎、哦欸，老师，今年呢运气最好，平平跟最差的差就侪呢。来来来，教一下，教一下。来，虎年最好运，龙马精神，还有小狗狗。还有狗。嘿，这三个今年贵人运都旺诶。贵人运，好东西出门的贵人相助的对啊，属要不啦哈，财运啦哈，人际关系那种贵人，好，探吉人家带来到顶谈，啊，有人替你探吉，哦，个顺顺替你探一手啊，哦，袂歹哦，所以理财策略你得要把握机会，适时收获，该退场就要退场，该出场该收割就给他收割，割起来哈。今年可以比较多相信自己的第六感了哈，相信自己功课要做了哈，啊，有时候还要判断自己的直觉也可以相信，因为今天气比较好。啊、哦，真的、嗯，我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横着走就对了啦，哈、哦。还有当然开运小木柴啦，火色的饰品都是红色的，对，红色的。哦，一些红色的饰品可以帮助他。火的形状那个也可以。哦，火形的东西哦，对对对哦，呵，这个龙马狗要注意哦。阿狗开运的方向，出生地的东方跟南方。对哦。开运方向。可以出生地啦哈，阿里亚公立一定搬出啊哈，按户籍所在地的时候再买赛，啊是公立户籍嘛，不多地下。对啊，户口不讲那边咯。你大所在，买些。看你徛伫咧倒啦哈，遐就是你本命的所在啦哈，啊你要开运的方向就是向东边甲南边去行，行外远才有算，还有准算哈。诶，上无你爱500公尺到1公里。哦。500公尺到1公里，对对对，其实散步也还好啦，还好，散步买高，以目的地为准啦哈，你不要说，我要直直过去哈，可以弄表哈，没事，哎，差不多是差不多相对位置500公尺到1公里所在，看远淡薄不要紧，看远淡薄不要紧，会当底下休休困者，看有啥物餐厅啦哈，咖啡馆啦哈，还是公园都不要紧，就底下所在。差不多等个差不多30分钟，一个小时。一点钟，一点钟，啊，你就不要咖啡点赛啦。对嘞，哎，我得力呵，所以这个位置好好哦，龙马狗哦，这个好羡慕哦，我就很神的啦。呵，啊那今年嘛有平平啦，破破啦，无啦，呵，啊唔过嘛无啦歹哦，运势平平，就是上古诶，上家上牛啊，今年稳定中求发展啦。哦，这个叫稳定中求发展，就是讲可能事业无虾米太大的变化，平顺。哦，平顺，平顺其实就好啦，就好啦哈，平安就是福啊哈啊，所以理财策略的确稳定中求发展，而且要被开运，赶快灰熊的物件来当帮助，有啦，玉石的饰品。也有帮助，也可以哦。阿红威嘞，我们开运的方向就要从你出生地的南方或者本地哦。哎，本地，本地的麦叮当哦，的麦叮当啊。哦，好好，麦叮当啊，你也可以找朋友来家里。旺仔，旺仔，旺仔嘛，哦，找朋友来咱家，来开讲，来开讲，来泡茶，来留在一嘞，安尼咱的运势都会平顺，招人气啦，招人气，所以今年人气也很重要，得为未来的贵人气做准备啦，哈，呵，稳定中求发展哦，另外哦，就是换我嘞，好年运上无好的嘞，当然就是狗啦、虎啦、甲兔啊，我知影虎一定无好，本命年啦啊。搞个拖啊嘛不好哦，哎，搞运气正正冲哦，穷太水，嗯，一般偏冲偏冲是属蛇啦哈，哎，但厉害，但家特别是针对属兔的哦，因为今年属兔哎小人运特别严重啊，哦，拖爱还消钱的对啊啦，哦，所以想拖的家己爱注意哦，哈，啊理财的策略当然啦，咱若运势较无好，咱就较秀嘞啦，大投资爱避免啦，唔通落规落啊钱拢摕出去请人投资啊啦，哈，啊开运的小物呢，月啊也是讲青色的物件啊，是，哦，啊那是啊唔得我今年爱加种一挂盆栽啊，什么会都没晒。马歇赛哦，好好好，今年叫做吉物年，开运小物，开运小物，好，然后等你进会啊，然后阿哥开运的方向，出生地的本地啊，是讲西方哦，西方啊，所以全部买单，哎，请朋友来温岛哈，啊，我得看买用温岛的西边，看有啥物餐厅啊，是公园啊，啊，规家伙啊，放假的时候可以去走一走，对，是讲那边朋友都在遐去访友，好，马歇赛。哦，去访友也可以、哦，自己运势差好，而且、啊、请亲朋好友来帮你一起旺啦。哦，全部给贵文姐，你干嘛带赛姐？哎，老师，我外甥是哪样？无摆你来对？老师，你无伫来对哦？哪样无摆对？一般的拢比拢袂歹啦。
哦，平安无事，就是平安无事哦，所以不要紧啊。咱那是运势平平，无摆伫来底啊，是跟我同款哦。今年本命年的拢不要紧啊，哈，找对方位，哈，用对小撇步，赶快我们虎年都会发发发啦，哈。对啊，老师啊，教你讲，能吼你给你哦，就是运势啊，整个大运势大概到几月的时候会比较好，啊，是讲几月几月的时候，咱拢还特别注意嘞。今年的流年卦是震为雷卦了哈，是天上打雷的意思。哈，还有公路月气真好，地下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，所以会有一段时间比较混乱。哈，所以年后之后大概三个月左右，嘿，大家会发现的是讲，消息面很多，股市嘛是，政治嘛是，对，经济嘛是。消息面都多，啊，今天给唔知，这样子，风声就多，多几行是正港的，唔知，唔知，所以不要反应太快，哦，稍等一下，叮当伤久啦，稍观望一下。有人讲哦，什么股市，什么不起啊，哈，啊，对，未使伤相信，哈，稍等一下，啊，爱个稍观望一下，哦，度过这三个月了，是，一般来讲开始，下半年的时阵，哦，下半年会比较好，其实运势较稳。它稳定，也是很稳。哦，所以真正给你是一开始要熟一点，观望一点啦，哈。除非你是龙马狗啦，啊，不过我唔是咧，所以咱都要较秀咧。是。啊，总是其实老师你讲的，我感觉是真好的建议，不管是虾米款情形，只要风声一个侪，就代表讲咱愈爱静落来听，静落来等，哈。等这个情势较明了后，咱才出手去做，还是讲咱才出门去拜访朋友，看倒位是财位，倒位是好的方向哦。好，今天真感谢老师教咱。像你这配播，美惠老师也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。我们两个今天都学到很多啦，哈。马希望好厝边啊，用这个美工，好咱规年通天，搁他好运哦，就好恁规家拢欢喜哦。咱下回再会了，拜拜。哇。